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新一期视频。玩具枪小王子杰克在家可以称霸了，凭借自己六道飞起的技术战胜了老妈还有好朋友亚瑟。瞧瞧，上次亚瑟不服杰克，居然公开叫嚣，一顿猛烈的交战后，杰克狠狠地灭掉了他的嚣张。俗话说得好，人红是非多，大清早的杰克就在玩英雄联盟，突然身后冒出了三只蜘蛛机器人，刚一转头，这几只蜘蛛就火力全开，我丢，竟然敢偷袭我。幸亏杰克好身手，巧妙地躲过敌人的攻击。呵，今天就让你们尝尝威力，拿着玩具枪对着蜘蛛机器人就是突突，没想到挂不敌住。这时候杰克脑瓜子一激灵，利用旁边的电脑吸引注意，趁机丢个菠萝，直接一锅端。这背后原来是老爸在捣鬼，刚露出点头，老爸抱着大家伙疯狂射击。瞧瞧，扣下扳机就是千发玩具枪子弹，这子弹就跟不要钱的，得得得，不慌，先吃个香蕉压压惊，顺道把剩下的香蕉皮丢上去，这下把老爸激怒的不停扫射。而杰克利用老爸最喜欢的知识球，成功吸引注意力，停下了攻击。杰克趁其不备，来个声东击西 ，bingo， 大获全胜。敢问谁敢挑战我王子杰克呢？喜欢我，关注我，带你观看奇趣世界比心。